壮壮，好巧啊，要不拼个桌？抱歉，我在等我女朋友。啊，好，正好我朋友来接我了，我先走了。行啊你什么时候跟我们老板在一起了？啊，我准备过段时间再跟你说的。以后你照我啊。这女的是谁？她想撬你墙角啊。哎，壮壮会处理好的，你陪我去旁边买个东西吧。走，你作为小景的男朋友，你能不能跟其他女生保持一点距离啊？别说了，我只有东东一个女朋友，而且我跟你口里的小景并不熟。你不是说你是穆总的女朋友吗？陈经理，你的私事我不想管，但是你真的有女朋友这件事情，你总得给个说法吧。